早晨太阳还没出山呢，睡得懵登的就得送孩子上学来了啊，去吧。哎，大家可以往这边看，这是一片白皑皑，太阳应该搁这个地方，搁这地方没出山，这学生的陆陆续续有出租车，还有私家车，还有走着来的。哎呀，骑着马驾着鹰呢，这学习咋样？那学习好的还行，那学习不好的，哎，耐得受的，耐得是不是？现在冬天没事就是接孩子送孩子，吃饭、睡觉、猫冬，就接孩子送孩子都是大活了。停停停停停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再见